love, love enough to go around. Gold dust. 小，嗨，你在录了吗？在录了。OK。好的，稍微有点小紧张。It will be good. Will be good. 啊，就看他车来吧，看他车来稍微停一下就可以了。怎么样，头型还可以吗？对 ，OK， 好的。不是，第一眼我以为是，对。哦，挡一下，挡一下车位，挡一下车位。啊，对对的啊，这你们的车，哎呀，我都没发现。手抖，主要刚刚搬东西搬太重了，然后有点小紧张，拿手机都会抖。希望一会儿拿信念信的时候信不会抖。要不然那就有点感觉自己很虚的样子。哎呀，来了。哦，他倒过来了，行。Hello， 我没想到我会撞开人。Hello。嗨。必须门口就见到呀。啊走吧，钥匙给我吧。这个也给我，好，好，这个也给我。这个给你。走吧。你好美啊！谢谢，你好帅。走吧，我们走这边吧，就走这边吧。我们很配今天。很漂亮。真的。什么？Openness, but casually enough. 我们走这边。好美啊！好帅！是吗？我看谁提腰的？啊？还可以啊。对。Okay. Here is the.宝宝，请继续。也不搞个大屏幕啥的啊？大屏幕？为什么会有大屏幕啊？嗯，全都被你猜中了，那就没什么意思了。我今天晚上会吃饭吗？我好饿。吃啥呢？又来了问题。没事，一会儿咱们一起吃好吃的。好不好？我相信你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哟、我有点紧张，我不会摔下去。紧张？好，不会的。别睁眼啊！是不会摔下去的。不会的。往前走。往前走，好的。OK。好。Okay. 睁眼吧。谢谢。哎，这个花怎么这头还朝下了？好好看。OK。Are you ready for this? Wow. Are you ready for this? No. Yes. Okay. Let's go. Let's go. I hold your hand. This is exactly the flower. Is this? That is exactly the arch. 这么巧的吗？你怎么知道我又有 arch?好的 this is, imagine this would be the journey that we have been through. 像这条长道一样 Supposedly 呢我的信应该是粘在那个地方。但是刚刚下雨我就只能先收回来了。Let's see if this is the right one. Okay, this is the right one. Do you want to open that for me? I have one. Oh. Okay. Okay, let me put the rest back. Alright, I'm gonna hold it.
过来一点。好紧张呀，有点尴尬。但是522天前有一个女孩穿着深红色的一个毛衣 V 领，然后黑色的瑜伽裤，然后很安静地站在那个地方，有一点神秘的感，这种神秘的感觉呢夺走了我当时全部的目光。也许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吧，所以我的身体就已经不自觉地鼓起勇气走上前说 Hello 你好，我叫 Carson。 然后这话说完，我才反应过来接下来我要说什么，我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一丝尴尬，然后看到你的十字架项链，然后你这现在这项链有点歪了，我给你挪一下。啊，说了 compliment 啊，你当时的十字架项链我觉得很好看，这才打开了我们的话题。所以我依旧记得我们当初刚两个人刚刚认识的时候，深书中带着一丝好奇，但是这份好奇呢并没有把我们带到一起，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然后205天过后，我问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啊设计童工的衣服啊，你说有兴趣。我有兴趣。所以那个时候因着服饰我们才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一起策划迎新活动、敬拜、欢迎新朋友啊、分享祷告事项啊、让啊、我们两个人可以看到啊、对方跟神的关系、性格、价值观、高胆啊、我的心中呢也慢慢的对你多了一份特殊的感觉。这感觉让我很憧憬，但同时呢又带了一点点的不安全感，但是呢我心中又止不住的老是去想你，想要去跟你聊天，想要跟你在同一个空间，想要 know everything about you。 所以呢我就向神祷告，我说啊、希望神可以为我预备啊、人生的伴侣啊、祷告的时候一直心里有平安啊、然后时常想要压住但是又老是会冒出来想要跟你在一起的感觉下，我们又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去长岛看日出，我们去在河边散步，还有啊、Zoom 上的学习，一起看会偷吃麦当劳薯条的树袋熊 Raccoon 啊，对，还有一般般的演唱会啊、时常开开呆呆的玩笑 being stupid、deep conversations about God, about family, about career、之前这种说的特殊的感觉在我心里慢慢的生根发芽，就这样喜欢上了你。 That's one. That's the first milestoneWhen we get together, and we still have a long ahead of us. 哎呀，话是不是拿反了？我怎么觉得？对，好像是这么。刚下雨还沾了点泪，露水，露水，露水，哪来的泪？没有泪。那我就来第二份，但是呢 supposed to be 信应该在这儿的，嗯，然后拿出来 can you pull that out? 这记录了很多我们在一起之后的生活上的点点滴滴，虽然说没有特别多的惊喜，但是我觉得生活的这种甜蜜
让我心中也特别的幸福。所以刚刚在一起的时候呢，跟你一起去约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吃各种各样的好吃的，跟你一起做饭，然后一起玩双人成行看电视剧，分享更多的自己的内心世界，也能更多的发现对方的心中的想法， both good and bad。 所以月友，我真觉得你是神给我的恩赐和你相处能够发现，慢慢能够发现不一样的 Allison 然后让我心中觉得哇，真是一个宝藏一样 have to uncover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itself 就是一段 adventure 怎么说一开始呢就感觉你特别温柔特别优雅，但是呢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就可以感觉你更多的随和非常的 understanding， 然后也特别有智慧再后来呢，我就发现月月其实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活泼非常喜欢你给我智慧的话语，分享神的话语给我然后和我一起祷告看到你不开心或者有压力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让你可以开心起来，然后看到你不开心的时候，我心里也会觉得有点难受所以我很 appreciate 你对我感情的照顾包括还有很细心的可以捕捉到生活的美和人性格上的美好但是后来呢，我们两个人渐渐发现了 You know it's coming I know it's coming 后来呢，我们发现了两个人的不同生活上的不同，说话方式的不同，看起来我们两个人好像没有 100% match 我的一套打嗝抠鼻屎放屁的组合拳确实有点让你招架不住你也会哭呢， Carson 你想的不一样啊，然后我也会想 Allison 是不是又想骑在我头上啊有两个人，我们俩当初都在想用自己的目标和标准去衡量对方实际上想试图改变对方，其实我们俩都很渴望被对方爱，但是又恐怕被受伤害，所以不愿意百分百的打开自己的心扉。Well, that's kind of how we were like when we just got together. 我们都害怕受伤。OK， 小薇，怎么这么多人？我紧张吗？我不紧张，我还好。安姐，他怎么躲在这里？Last piece， 我们就 ，Can you take that out？I would read it. Yeah. Just wanted to see it. Oh, I remember. Yeah. 很感谢神，真的是我们俩虽然遇到了很多的不一样，很多的自己的标准但是我们都很感恩神我们都愿意在神面前放下我们的标准，然后邀请上帝能够做我们中间的使徒一开始的读经 hold your hands here, 和祷告，慢慢的和神一起建立更深的关系我自己对你的心呢也慢慢的柔软下来，不再以自己的标准 OK All good 对，所以我很享受我们两个人在主内的平安和喜乐走吧，继续往前走吧。
哎呀，哎呀，哎呀。小心，你就在这儿吧。Finish my， 我觉得因为我们这样把绳放在中间，我真的找到了爱你的方法，就是首先爱神，借着圣灵所给我的感动，能够活出对你的爱。这样的话，不管你怎么样，不管我们未来怎么样，不管环境怎么变，我对你的爱都是因着圣灵，因着依靠神，然后更加的sustainable。相比于哪里？相比于我之前要靠自己，想要爱你的时候，总是会有受伤和软弱。所以我深刻体会到了，跟圣灵同在的时候，不管你行为是什么，我都想要爱你、宠你、对你好，永远做我的小公主。I mean, there's still challenges to overcome down the road， 但是我相信，叫神，神的爱，依靠神就会可以遮盖一切，可以让我们一起。With that being said，我爱你。Would you like to marry me？ 那就这样吧，没事。Yes. Yes. 手抖，我手也抖。我可没有抖。那个不好吗？是谁在吹号？我好紧张。你还紧张吗？我想交了。想交了，没事。哦，对，拆礼物呀！我怎么把礼物忘了呀？你把这个放边上吧，先开着。对。哦，忘了，忘了，忘了。你说说我这个太紧张了。哎呦 ，OK，OK，OK，、okay. okay. looks good， looks really good， looks fit。你穿？可以啊，可以啊，都可以。你猜嘛？这是我对你的拆开再说。怎么拿反了呢？Finally, it has come.This is 神的标准，让我如何去爱你。我把这个收到后边吧。还有一个礼物。OK。是，你这个先放边上吧。你再拆第二个。我拿着，它有点湿了。这是会是什么呢？会是什么呢？这会是什么呢？会是什么呢 ？I really like that first gift. It's 超过 first gift. 那肯定第一印象要好一点了。你拆，我拿着。Wait. 你拆。Wait.
哎呦，湿了呀。不会是。好。嗯，拆了，拆吧，拆吧。这给我吧，这给我。这是我的小熊。这是咱们的小熊。OK， 这也放边上。哎呦，好多人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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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害羞死了。谢谢大家。